大家好，我是郭俊101店的桑尼，今天要教大家两个核心的基础训练。那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动作是仰卧卷土，那一开始的动作我们先平躺在地板上，然后双脚屈膝。那在做动作的时候比较需要注意到的重点是避免颈椎过度的弯曲，那我们起来只要到你的肩胛骨离开地板，那保持核心收缩跟腹部的稳定。那我们第二个动作要做的是对侧手脚伸张，一开始踩四足跪姿，那在做的过程当中保持呼吸跟体线的稳定，那在做的时候核心必须要保持收缩，那避免腰椎过度的 arch。